哇，这么长。我是江明成，1993年，民国82年从香港到这边来。我记得，第一个礼拜上课，同学听我的广东国语，哇，好多头摸不着那个我讲什么，要我教明史的，到东南亚史，到东南亚华人史，所以。现在的国语稍微好一点，还是那个广东腔还是很重，没办法，台语也听得懂，这个是我的遗憾，就是来了30年了，但是台语还是听得一点点，啊，不过还好，我要下载这个东风路，很近学校，也我是很喜欢学校的环境的。所以我基本上我退休6年了，不过我还是每个礼拜我都回学校啊，还好学校是有一个共用的研究室，我在那边还是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一个工作，还在写书，还在做一些研究啊，希望学到老，用到老，希望能够继续下去啊。我因为在座的大部分我都没有教过的，或者没有听过想过的，这个没有关系。有些时候演讲也欢迎你们回来听听，看我的国语是不是有进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